是这样吗？那如果有粉色牌更二的话，是不是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？是他有粉色牌你还不好说呢。喂，我还以为我能跑呢。你不可以往前飞吗？你玩的不是人马吗？玩的是铁男，我不会飞。我不会飞。玩的不是人马呀。我玩的是铁男，我不会飞。不好意思，你长得跟人马好像呀。哪呢？哪有马呀？人马也有这种秀才的皮肤吧？我这是锤子。回来，我砸！好，拉我进塔下，想要杀我。我也确实是有点问题。刚才那个兄弟很明显他不懂这个游戏，很明显他是不懂这个游戏，所以呢他会觉得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回去拼一波呢？对吧？其实我应该跟他解释一下，主要是哪个点让我觉得有问题啊？就是他说观感真的差这四个字，你知道吗？让我有点难受了。你没事儿，你老扯什么观感？啥意思啊？脱了个，猴哥，完了，猴哥。
没有用的。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铁男的大招啊是有伤害的，但是不吸引防御塔的仇恨。520，哎你们，他为啥这么狂啊？我有点搞不明白。我他妈，我领域展开，你给我回来！回家呀，来猴哥，行吧，回家了。哎呦我这积木，快给他打一下！哎呦我，你真敢飞呀！哎，叮当咚咚，别挂。你要杀我不太行，老哥，我锤死他吧，没办法了，只能交个闪了。这版本猴厉害吗？哪个版本猴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打野都厉害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为啥要过来呀？死我一锤！猴这个英雄的机制啊，就不可能弱，就是不太适合上路。好疼，没魔抗，兄弟们不行了，整点魔抗吧，这艾克打我有点疼，没有魔抗。你在干什么？可惜呀、啊。
没吸到它属性。哎哎哎！你是瞧不起我辅助杀手是吧？啊？是我一锤。你们这 AD 打我，那就都杀了吧。那大嘴连个一杠九的都打不过吗？这就是你们传说的海妖大嘴吗？那洛克萨斯之手一杠九杀大嘴之前，那天还让我出海妖，胖子。跑的有点快啊。猴哥，死！美甲切魂卷。哎，大招换大招，人呢？死我一砸！好，你搬出美甲切魂卷，我都没出那玩意儿了，你敢出？谁都敢勾啊！谁都敢勾啊！滚来吧你！给我了吧，猴哥上个猴哥，猴哥你跑啥？猴哥，猴哥别跑啊！猴哥，猴哥你跑到大嘴不死了吗？你得保护大嘴，那猴哥怕什么？给我了吧，哎呀 W 没开出来，哎呀有点烦。我他妈就杀你，坏了兄弟们，坏了，外边全是人，猴哥你这得回去打，要不然呢肯定死。
你要说打呀，早就把他们全杀了。被反不到啊，感觉推不掉塔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们家都打两条大龙了。他是知道你在这里头啊，你有没有扫描啊？可以打，大子没死，弱手。行，我关一手艾特。我操，这么高！换装备没有用，跟你说八百遍也没用，我不信。这就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，真的。每一回一到这种我们钱多的时候啊，就是让你换装备，无论你是什么装备，就让你换装备。我说那换什么装备没有用，那不是换装备的问题，跟他说八百遍，但就是没用。女警能不能杀？这都杀不了，这还玩啥了？这还瞅着那个钱就烦，钱多难受。